水产哟，搞什么联名商品？搞什么搞什么？喂，阿星，阿婷，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吗？终于有厂商听见我的心声了吗？在若干年前，许久许久之前，在那个 YouTube 还没成立的年代的时候，在我们的频道上面呢，有一部影片，那部影片呢，就是水产油他寄了一些好吃的东西，不是水产油寄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，是什么？是雪兔。带着他的朋友们，然后带着水产优一起来我们的工作室，就我们吃着吃着吃着，结果水产优呢就寄给我们一套好吃的边缘人套装，对，虽然是边缘人，但是结果吃起来大概可以三四个人吃。如果大家没有看过那部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一下啊。这个地方，但是事情不行，对，事情 over 不止在那个地方，没有停在那个地方，事情继续发展下去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有看到这个上面？有我们的脸，有我们的脸，我好兴奋啊，我好兴奋。这个是搞什么跟水产油一起合作推出的一个我们指定的套餐。把一个影片开始放了以后几天，没错，研究到现在才没错，非常非常非常久，半年左右。中间还有陆陆续续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适合用这个，适合用这个。经过我们最后的判断，我们最后组成了一个搞什么套装。这个东西呢，不是只有在我们的频道这边开箱，我们自己吃得到而已。你呢？在看到这一部影片的这个瞬间，你可以在我们的影片正下方购买，限定一个月吗？然后只开卖一个月，对，还有限量，还有限量。你说限定一个月，那如果这个月已经卖完就没了？我觉得如果只卖大家水产优的产品，感觉好像有点太 low 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还设计了两个东西，这两个东西也是限量，在里面。等一下我们就开箱给大家看，那我们就来给大家开箱，看看我里面的东西到底。上面的名字哦，它上面有一个主题的名字哎，对，终极烤肉猎人全餐，来开，哎呀，哇，满满的，所有工具都已经在里面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里面有四大主菜，一定要有的东西。嗯，这个是我们的烤肉架，里面会附赠的一组。其实它做的蛮精良的，它的做工。对，这个是直接送给你的，你不用还给厂商哦。对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放火的地方，烤盘。这个之前我们在边缘人套装的时候有看过，它那个烤盘呢，其实质感蛮棒的，这是直接送给你的。升级了，跟我们上次用不、不一样吗？对，它又更厉害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其实感觉得出来耶，它的质感。跟上一次不同了，做工很棒哎。对，好，下一个，除了我们的烤盘之外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是有最重要的东西，嗯哼，你们一定没有见过，这是限量100份。其实我偷偷在 Facebook 上面发了，在两个月前的时候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们可能有些人有见过，但是大部分的没有在这个频道见过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搞什么特制餐盘？这个是我，这个是马田。然后我们这一套呢，只限量100个，也就代表说前100个爆买这个套装的话呢，会送给你。而且做工很精良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这个不是他们做的，是我们自己私心做给大家的。所以你买其他套餐全部都没有，只有这一个套餐，只有我们这个套餐，不是买就是水产优的都会送哦，这只有我们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我们第一份点火猎人，专业的猎人都是这样点的，好不好？来喽。2000 years later， 专业的猎人呐、都是这样子点火的。好，可以了，应该有火、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套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第一套主餐，对，我们是有分任务的，因为这是猎人全餐嘛，对。我们的第一个任务，捕获野牛，噔噔噔，超大块的牛肉，超大哎、我给大家看我的手掌。我的手其实算蛮大的，用我的手。啊，你看我那个手差多少啊？超大的一块牛肉，一整大块。好，这块牛肉啊，它是经过 CH 认证。CH 认证是什么啊，马田？这是美国的认证，这是它微分不同的级。了解，那 CH 是很厉害的一级吗？对，哦，是很厉害的。我们的盘子都快装不下了。在我们的这个盒子里面呢、有附一个任务教学表，它会教你说怎么去做，你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对，首先呢，这个表上面，但是很简单的，然后如果你看不到，像我这种那么笨的猎人，你可以做得到。当然，那来这个任务呢，交给我来。这个任务呢，要是如果你看不懂的话，你可以打开这一部影片，跟着我们一起做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第一步，
负责夹子，这个夹子也是他们负责。你就买这一套之后，你就不需要出门买任何东西，直接用里面负责东西。啊，剪刀啦，你可能需要个剪刀。对，武器是自己买的。对，武器要自己买。工具他有付，好不好？像你去打猎的时候，你总不可以进去的时候跟他说不好意思，有没有送的太刀可以用？没有，没有送的太刀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武器要自己买。我的武器就是剪刀。那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？第一步上面写的呢，就是把你们看到牛肉上面是有油花，对，这一块叫做油花。那把它这一块油油的东西呢？把它剪下来，剪下来了。这一块要剪吗，马田叔叔？不用，它上面有一小块，留在上面吗？只要剪块大的油，我们不用大块的油就好。那大块的油要做什么？放进去，放上去。对，哇哦，这就当天然的牛油吗？对，好猛啊！这个油可以用在我们整个套餐。哦、所以它很重要，用完之后不要马上丢掉，你可能先找一个小小的容器，用我们的马田小盘子放上去。不是，哦，不行吗？不是，不是吗？我的是大盘子。很纠结的是这个点吗？你这是特大的盘子而已。哦，你是大盘子，我是特大盘子，是不是？对，原来如此。把我们的天然的牛油放上去啊，然后逼出一点油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拿出我们的道具，噔噔噔噔噔，这火很旺哎。这个。蒜片，对，这个是特制的。你看之前全部都没有人有，是我们这个套餐有的。我们这个套餐特制的蒜片，我们还要再煎一下蒜片，它其实已经是脆脆的那种蒜片的了。对，拿出要拿我们的道具包，盐跟黑胡椒，噔噔噔噔。好，这个应该是胡椒盐啦，啊不，胡椒盐，对，里面就有盐了。放一点在旁边，让我们的盐也放一点在旁边。对，我这火好旺，我的手好烫哦。好，撒上去之后，盐，一点盐，然后反转再做一次，我们再撒多一点盐。好，完成，可以下了。那你如果怕太热的话，把推到旁边就不热。啊，你说把一些东西推到旁边就不会烫。所以中间是放牛排，牛排要下喽，下，要下喽。哇，一定要最热的时候放进去，滋滋作响，慢慢的放。牛排呢，虽然不能够煎太久，但是它一定要在最热的时候，你不能够慢煎，对，你要大，你要快煎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可以翻了。哇，哦，好香哦，来喽，来，哇，好棒哦！现在是不是中秋流行啊？中秋节烤肉，中秋节快要到了，对，是来得及的这个。没错，中秋节就订这一份。上菜，第一份上集野牛，超厚，超棒，超棒，它提质了，它提质了。你看上面，哇！いただきます。我觉得美国人好棒哦，肉质超多，牛肉的质感，肉对肉汁超多，咬下去根本是在喝饮料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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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下一个任务，上一个任务，任务，上一个任务呢？我们刚刚是抓野牛，现在呢，每一个猎人在狩猎途中一定会狩猎到的一只魔物，叫做战斧野猪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野猪牌给拿出来，上野猪牌。哎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，所有东西你要先解冻啊。对，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冰冰的，它是完全解冻的，你一定要退冰。先上我们的。哇，战斧猪刚刚好两大块调味哦，原来你这种小小的东西还是有作用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可以放调味料，是可以放调味料的。那主菜呢，就放在我们这个大盘子上面，把我们的战斧猪排直接下下去，哇，超美，那 Q 字形好像拿起来超人的，来，看起来应该可以翻面了，看一下，哇，刚刚好。超棒！这个猪一定要全熟哦。猪不能够像牛肉一样是不熟的，猪肉一定要吃全熟的。好足哦。OK， 完成。来，金黄酥脆。哇！哎，煎过还这么大一个哎，来吃喽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棒！我还能讲什么？好棒！哦，这真的是会吃的满嘴都是哎。金黄酥脆，边边还焦焦了。它是怎么讲？很瘦的，很瘦的猪肉，已经有点撑了，怎么办？我们需要救援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我有个好东西，
卡枪，秀，发射任务，救援，有人加入啊！好，我们的猎人已经在我们的镜头旁边了。现在也就三个人来继续挑战我们的套餐，我们现在只到一半而已。对，下一个我们要挑战的是捕获大米好，噔噔噔，三块。这个鸡肉一定要加，加什么？这个调味吗？对，我们配了那个这个套餐才有的配料。嗯哼，来交给我。好，噔噔，调味料。哇，来。皮的方向先下，嗯哼，所有东西都是，如果有皮的都是要先下，是的，哇，金黄色，好，两边动手了，可以吃了，不行，你有看吗？我错了，哦 ，game over 了，没，它上面写说，如果两面都煎熟之后啊，你要先把它剪开，对，然后再把它弄熟哦，因为鸡肉它本身很厚很厚很厚，很厚，你要是不剪开的话，这不是一般的鸡腿，就是超厚的，那个肉超多汁，没错，这样剪，因为它是无骨的，所以不用害怕剪到骨头。哇，超 juicy， 还冒着烟，上面还有淡淡的那个意式的料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它上面那个意式真的好好吃哦，然后那个鸡皮不油，因为你先把它把所有油都烤出来，锁在里面了。对，然后你看这里全都是鸡的油，所以那个它已经排出来了。脆的，我们的第四道主菜的第四道就是最后一道了。我现在已经有点120分饱。最后一个是，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给那个胃不够的人。对，怕不够了，通常吃到现在，最后都已经是很饱了。最后一半呢，我们要捕获的是大量的养羊，羊用小排。你知道我们刚刚吃的那个牛排、猪排，还有大鸟条那些东西，大概都是落在250克左右。你知道这个一份多少吗？500克，超大分量。一、二，我半公斤哎。三。是，一次下4块就好。你在订购的网站上那个一列可这个羊可以换的东西哦，他有说你可以换什么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在订购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是不喜欢吃羊的朋友啊，不喜欢吃羊的宝宝们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上面还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换，换掉没关系，换好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。他说他原本就已经有一些调味料在上面，对，已经调好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增加一些东西上去。我们刚刚前面三个素材啊，全部都是原生的，但是这个他已经腌制过，已经帮我们腌好了。哇！等一下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加价的，对不对？上级猎人套餐，对，我们要把它吃完吗？要，所以我们要做出来，上级猎人也要做出来。当然，你认真。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PEPO， 你在加火焰的时候啊，不要一次一整大块，你就稍微折一下捏一下，一次加一小小一块。如果你是加太大一块的话，它可能有时候火会太旺。完成，一整大片羊排，好，那我来吃喽。超好吃，甜甜的，对，它是甜的哎，我觉得可能跟它原本腌的酱料，哎，对，请自变猎人。非常非常非常甜，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脆脆的我们的蒜片啊，非常非常好吃。但是有一点需要稍微注意一点，我本身是敢吃羊肉，那可是对我来说，它的羊的味道很重。如果你本身不太敢吃羊肉的那种味道的话，你可以考虑真的是换一下。我们正餐吃完了，但还有一些没吃完，可以冰起来了，好不好？终极猎人部分考核完成，噔噔，好，进入我们的上级猎人套餐。上级猎人是需要加价购的，如果你是一般像我们这种菜比巴猎人的话呢，不要轻易加价购，好吗？但是如果你是一坨一群人要一起在中秋过一个好中秋的话，可以考虑看看加价我们上级猎人套餐，里面新增3种不一样的食材，一样在这部影片里面料理给大家看。首先，第一个是我们上一次吃水产肉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吃，非常非常推荐。你不需要去买我们上一次那个，直接买我们这个套装，直接附赠给你，超推荐的花旗，100多块，是超便宜的。你可以加价不到150块钱，然后会附赠我们上一次吃到超顶级、超顶级的花旗块。哇，可以5块放上去，然后趁火不是很大的时候放，火不要太大。
吃了也不用怕拉肚子，因为它是可以生食的花枝。差不多把它翻面完之后，看到有一点焦焦金黄酥脆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撒上一点我们刚刚附赠的玫瑰盐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完成。嗯哼，来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你就吗？会，吹一下就好了。嗯。极品，极品。完成了，那个歌好 goofy 哦！炸虾锅第二样，明太子鸡翅，超大！哇，它都是已经调味好的。然后是自己做，很麻烦这种东西。哦，你要腌啊，还要入味。可以自己做，但是你把东西放进去里面的时候，会超麻烦。嗯哼，你看，它都已经帮我们做好了，超级超级棒！哦，中间下面都是没骨头的。对。太棒了吧！是鸡腿一样。现在我们在等待我们的鸡腿、鸡翅熟之前呢、啊，因为它比较厚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《上级猎人》第三道，我们派出的是我们的骰子牛肉。它切得一块一块的，超美的，就是你在夜市里面看到那个骰子牛。那骰子牛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中间。骰子牛要煮好的要诀就是你要时不时的就翻动它。已经变明太子骰子牛了、啊。所以一定要两个一起加购。骰子牛，那时候咬下去那个韧性吗？有咬下去那种韧性的感觉，但它不会柴耶。它虽然肉质跟我们刚刚吃起来偏硬一点，对，但它不是柴的硬，它是有嚼劲的硬。我给大家看一个比较近的 version 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对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来，你有看到吗？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它里面的肉好嫩啊，然后很脆，然后是有点偏辣的，微辣的那一种。要不要给我给我一秒钟？啊，完成，完成了，原来没有它完成不了。其实根本没有完成，应该桌上这料真的太多了，这不是，我觉得三个人吃都还有点太多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挑战完了我们的猎人全餐套餐。那在今天最后结束之前呢、啊，再跟帮我们推广一下我们最新跟。不是搞什么，我们最新我们搞什么，吃到已经有点 food coma。 今天来学一个单字好不好？ food coma， food 食物， coma 昏迷。 food coma 的意思呢，就是指当你吃完的时候，不是买，吃完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昏昏的感觉，那就是 food coma 的意思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最新跟水产优他们一起合作推出来的猎人全餐这个套餐呢，只会推出一个月，所以如果 Bob 们想在家里也可以享受美食的话，不妨可以在今天这部影片底下跟朋友 show joy， 大家一起来买一个我们的猎人全餐。Okay. Alright， 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也别忘了可以到我们粉丝团去点一个 like。我们下期中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你知道在网路上大家是怎么讲的吗？哦，什么？原来是按照 size 去分的、哦，屁股吗？不是。